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子。现在刚刚下班回到家，然后一回到家就看到好和谐的一幕啊！看到布拉多跟我妈妈在收菜籽，看一下。你看布拉多，布拉多，我妈现在走到哪里了，然后布拉多就跟到哪里。布拉多，好玩吗？布拉多，现在布拉多已经变成很正宗的一条土狗了。我妈又怕割到它，然后一直都躲着它。采访一下我妈啊，这几天养狗的感受。很姑们呢？我妈说布拉多到处拉屎的时候，她就很想打它，然后但是看它很可爱的时候呢，又舍不得。我妈一直都在说要把布拉多送人了，但是现在估计舍不得送了，因为布拉多就像一个小孩，所以我妈心里面。他嘴巴上是说送给别人也好，但是心里面很舍不得了。是妹妹。我妈每次都说要送人送人，但是我真的说我真的送了他又舍不得了。毕竟布拉多也挺乖的。该洗澡了，布拉多，你回来一星期了吗？没一星期哦，没有一星期，所以还不能洗澡。布拉多，嘿，布拉多，你看他现在好脏啊，又有泪痕。嗯，他回来感冒了，到现在都没好。布拉多。还是喜欢跟我妈妈在一起玩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农村生活。嗯，你看一下我们的庭院，那个月季花，开得这么好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摘这个月季花的时候，就拿了这么小一节过来扦插的，然后你看里面两颗都长得很茂密了。这样吧，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妈妈的菜园，带大家感受农村生活的气息啊。你看，一人一狗一锄头，布拉多，你不要闹啊！不要闹啊！闹了就要送人咯。嗯，不送不送不送，好吧，不送。这里有颗映山红，开过了。然后这个月季花，看一下，开得非常的茂密啊。那边有两颗，这是碰柑，有一点水果。这里还有一颗，嘿嘿，那边还有一株月季花，然后这边种的全部都是蔷薇，我网上买回来的蔷薇，还没开花。一个小院，我妈现在准备种菜，多忙呢。我妈妈说这一块用来种长豆角。这里有一株枇杷树，上面结了一点点果实，还没有熟的。然后下面有迎春花，有菊花，有鱼香草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小菜园，里面有香葱、辣椒。那边种的是四季豆。然后这里是我从网上买回来的一株三角梅，花是没有开。叶子长得也还算茂密吧，种了有一年多了。到这边，哎呀，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了，我们家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小花坛，种的花现在陆陆续续的开了。现在特别喜欢的是这株蔷薇，看这株蔷薇开得特别好哦。种两年
2年就开成这样子了，然后我准备把它就是延伸到那个围墙上面，到时候围墙上面就会爬满了这个蔷薇花，好漂亮啊，好像玫瑰哦。这边种的是菊花，这是绿色的菊花哦，这是绿色的。这个菊花1年开2次，然后春天开一次，好像冬天、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也会开一次。这是一颗君子兰，然后这颗不知道叫什么花的花，我一下子叫不上它的书名，但是它会开那种红色的、玫红色的很大朵很大朵的花。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弄回来的，没有想到它长得这么好，移栽过来的。啊，这边种的是百日草，还有格桑花。我这拍照技术不好啊，大家将就看一下就行了。很多朋友看了秋子的视频呢，都说非常喜欢我们家的环境，觉得我们家布置的也挺好的，然后周边这些环境都挺好的，还有后面那一块地，带大家去看一下后面那一块地吧。我花了29,700块钱买的一块地，看看现在变成啥样了。很多朋友都说我买这一块地买贵了，我虽然也知道买贵了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们家门口这一块地呢，我妈妈用来种油菜，但是地不是我们的，是另外一个寨子的那个乡亲的，他们觉得挺远的，不来种了，就给我妈妈暂时种一下油菜。来看一下后面，后面这里是当时建房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一块小山脚型的一块地，就说当时这一块是横着的地，我们建房子之后这里就移出来了。现在我妈妈是种了有西红柿在里面，然后这是我和周医生种的山茶花。看一下前面这一块地，就是我花了将近3万块钱买的一块地了。我妈妈种了有尖包菜，妈妈是把每一寸土地都完全利用起来了。然后这一边种的是生姜，中间还种了鱼腥草和土豆。这一边呢，这一边也是我妈妈种的一块地，当然也不是我们家的，如果都是我们家的就好了。看这个花都冒出来了，几只月季出墙来。完了，下雨了。大家喜欢我们家的环境吗？我妈妈一个人在家，但是他把家里面都照顾得挺好的，然后每一块地每一寸土他都完全的利用上了。妈妈真的非常辛苦，平时我看他也比较孤单，所以就才想到说买一条狗狗，就是买了布拉多来，就是跟他做个伴吧。虽然我知道买布拉多呢也会增加我妈妈的工作量吧，现在我妈妈已经变成一个很专业的铲屎官了，每天都要帮布拉多铲屎，因为布拉多现在还太小了，只能慢慢的培养它、锻炼它，然后到定点的地方去拉屎拉尿，慢慢的培养吧。我妈妈说养了布拉多之后感觉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感觉我妈妈也挺喜欢布拉多的，所以我就放心了。但是如果我妈妈觉得还是挺累的话，觉得照顾布拉多很费神很累的话，我呢也会想其他的办法，把它送给其他的朋友啊，或者怎么样。但是目前来讲，我觉得我妈妈和布拉多的感情还特别好哦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你看我再过一个星期回来问我妈妈，我妈妈肯定不舍得送的。布拉多感冒了，所以他眼睛这里有很多的泪痕。布拉多，你该洗澡喽，过两天就可以给你洗澡喽，洗澡就不会臭臭喽。
好温馨的一个画面呀！布拉多，布拉多，嘿嘿，摔了一跤。嗯，你看布拉多，嗯，随时都要跟我妈妈在一起玩，布拉多。嗯，走了，布拉多，进去了，你不能在外面捣乱，走，到家里面去。我开拜呀。走了，布拉多，我带你去玩，来，走。